魔法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是黑魔法？你不知道吗？真的有人不知道？那试试看嘛。对，我们来一把发红包好不好？发红包？啊，这是什么新的黑魔法？对，发红包，100刀，发红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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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个红包发给谁了？杨迪。错。杨迪是错。啊？王子异。错。那发给我是对吗？错。发给那个伟霆哥了。继续 啊，为什么自己找？你这样找里面的规律，跟那个这个是开，这个是关，那个一样。对，自己找规律。好，继续啊。来啊，再来一下。发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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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包发给谁了？我。他。姐姐说的是对的。发给雅丽了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不，你别暴躁，你不要暴躁。我知道了，陈先生，来，我证明。行，下吧，你来。你们都不用干了。啊，你这，我知道了，来，不要暴躁。我这个我来，随便发发吧。发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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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给谁了？发红包，发红包，发给谁了？发给我了。错。对。你不是你找着规律了吗？我现在找到了，我现在找到了。啊、是吗？现在肯定找到了。应该让陈伟霆先说的，因为他没找到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不，你再来一次，让哥先说，然后再让迪哥说。哎，我刚忘了那个答案，真的。这个跟答案没关系。真的吗？那我让你先说啊，你先说，然后他再说。来，再一次啊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发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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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红包。嗯。发给我。发给我，发给我，发给我。谁对了？他俩谁对了？我先回答的。他是对的，啊，又你对了，发给我了，发给我了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红包发给谁了？我，对的，哦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发给谁了？发给我了，对的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发给我，发给我，我先回答的。你再玩一次，证明我是对的。你再发一次。发红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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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红包。发给了子怡。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啊，不是这样玩吗？杨迪哥，我了。错吗？发给伟霆哥了。对呀，为什么发给他了呀？哎呀，我认输了，我错了，我搞不清楚。你前面发红包手又收着这样，后面你又没这个事儿了。完了，刚一会儿这样发，一会儿这样发，这样还发了两回，毁消失心嘛。完了还这样发，我以为这样发就是最后一个呀。说不说？以死相逼，你说干嘛？至不至于？我死之前得知道，我才能瞑目。来，你慢点。手势给我做全了，你标准一点啊！我词清楚，手势做全。